你是不是来啊，玉山？你你爸，你爸！那是你。你妹耶，你面上咧就开始绝食，连水拢无啉，佮伊讲哦，有人要陷害伊，啊，即马火也烧高哦，嘛无法度出去。你妹耶，你即马毋是一个人，你巴肚内底佫有一个囡仔，就算你无照顾你家己，你嘛照顾你巴肚内底囡仔。 爸爸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无法度保护你，爸爸不爱你啦。你较尽早的好不好？人拢讲为母则强，你说因为黄玉生不爱你，你就放弃你家己，放弃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你安尼算什么妈妈？我的世界只有玉生，我即摆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伊。 想讲伊也无爱听我，我甲伊都嘛无必要阁话落去啊！玉生，你毋是为黄医生话，你看维云，伊即马甲黄医生分开，伊赶快过了真好，你敢相信伊好不好？是啊，林美妍，即马上重要的是你的歌声，你一定要食物件，你才有可能替你家己辩护，敢毋是？ 我毋过我真正无对咱弟夫做害了啊，所有的人拢无相信我，我是要怎替我家己辩解？我嘛感觉你无理由去伤害左安迪，啊，毋过即马所有的证据拢对你不利，所以你真正想看卖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是你袂记咧讲，啊，毋过是会当证明你清白的人证，还是物证？我就是为着要去找证据。 我才会去找高艾伦，啊，不过伊竟然，家己为楼梯跑落去，我怕伊枪毙命。好像，慧宇，我真的想虾米，我是要安怎对抗伊这个大金鱼，你敢袂当救我？别讲你讲这。 讲这都对案件无帮助啊！你一定要先冷静落来，好好配合警察局办案。我才袂，伊是徛伫咧高爱伦迄边，伊讨厌我，伊看袂着，我去死。林美妍，你本来当我白姐，我是唔当我白讲哦。我王先生一向秉公处理，有偌济证据就办偌济代志。 啊，不过我就是无对阿弟夫做黑药啊！你现在做不爱相信我的证词？您看啦，伊就是安尼讲袂顺车，我明明就甲伊讲，跋落去后腿甲鞋仔是两个案件，就算讲有因果关系嘛，分案处理。伊煞一定安尼落费时间，恁若是继续装笑的，死狗叫人送看守所，你就等你上法院甲法官讲啊！ 问题，即马代志拢到遮，你只会当勇敢面对。等你平安回来了后，咱就会当甲较早的细草同款，同心同命。救我！拜托你救我！我真正无错，我真正。 我就甲紫薇讲，要甲董宇找倒转来做我家己。结果即摆艾伦佫受伤啊，虽然是林美妍同手的，不过艾伦一定会牵拖到我的头壳顶，爱我负责。因爸佫这么强势，爸妈嘛做为难的，我佮真正有法度顺利离婚。董宇。
若是你在我的身躯边，一定会跟我讲要怎麼做才对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我是余景湘。喂，冬雨，这么久没看的，你最近过得好不？娃娃在你的身边，你的日子应该过得很轻松的吼。这段时间，我常常在想，我若是有听你的话，你要离开的时阵，就放手。今仔日的状况，也袂安尼乱七八糟啊！我唔知要安怎爱一个人，才甲你逼走。我袂当阁为难我的爸爸妈妈。面对艾伦，我应该做的，唔是逃避，是负责任。就算讲艾伦做伙。是我的处罚，我也甘愿接受，因为这是我伤害你应该得到的报应。副总，副总，你手今仔拢袂通啦，出代志啊啦！啊，是安怎？有记者爆料讲，当时梁夫人因为艾伦夫人伤了，把肚无法度生囝，要逼伊甲你离婚。即马所有媒体哦，拢咧发消息啦。那也累了。爸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未生，所以你才逼我离婚，对无？啊，我报警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全世界上厉害的医生，我一定会表示命替周家替安迪生一个囡仔，所以我拜托你。你别管我离开酒家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艾伦，真正不是因为生囡仔的事。艾伦，起来。就当所长，我给你终身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！我艾伦未生，这是因为安定的。你无同情伊，国家亲像一只狗，陪他走。好，我就小辉知影，恁酒家苦。小红姐，离婚这件代志是我甲信公进前就参详好势，甲艾伦是毋是当生囡仔完全无关系。对啦，讲一句较歹听的啦。卡说讲安迪无爱艾伦，就算讲艾伦外高生哦，嘛无一定会有囡仔呢。郭龙才，这个代志做一开始就咸着咯，趁即马回头也会付的。咱唔通继续搁错落去，请你同意和安迪甲艾伦离婚。郭总裁，你今日若是唔同意，我绝对袂起身。哼，那你即马是安那？要用情绪来甲我威胁？郭总裁。确实是阮唔对，请你原谅，嘛请你同意，艾伦甲 Andy 会当离婚。爸妈，姐，恁即马是咧创啥？啊，妈，恁起来，爸爸一定为着我真是无愧，拢是为着你。要和你离婚，拜托高艾伦迄个强力胶。爸，妈，我细个真大，从来唔捌看过恁安尼对别人阿头。今仔日你煞为着我安尼做，这应该是我家己爱负担的责任。恁煞替我承受，我是足不应该的。阿哥有我，庄安
弟，你什么时阵看过我做证人向别人压头？安迪，阮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所有的代志拢是阮的责任。之前你伫病院受遮尼侪苦，我拢无多甲你斗相共。今日爸爸只是共阿头下失的，无算啥物。爸，安迪，当初是妈做出错误决定，你去接受你无介意的代志。所以妈应该为着你放下我的尊严，把所有的错误拢改过来。妈是真心希望你能幸福快乐。妈，安迪，咱要离婚好不好？是我不好。我无甲你保护好势，唔只会让你即个受到外人的伤害，请你相信我，咱甲之前的代志全部拢放袂记，咱重新来好无？安迪啊，恁爸妈阿哥恁阿姊为着你拢已经做到这哦，你若是有啥物话，你也勇敢讲出来哈。无唔对，你唔免有顾虑，就算天崩落来，阿哥我阻止你。唔对，即便是咱酒家所有的人，拢做伙挺你，马上我一票。阿哥，我嘛得零。阿哥，我嘛是基本票。爸，妈，对，阿姨，马德林阿哥真是好，多谢你的支持，因为恁，让我知影。我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，不能再拖累你了。也因为你，我才有信心来面对这个问题。之前是我受过冷吃，一直躲避，但不过现在应该做一个了断了。是的，妈，是的，还有阿曼达阿姨，其实妈为着我的代志，和您操烦了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会跟艾伦继续走下去。我袂甲艾伦离婚，以后我就是艾伦老师。安迪，恁小弟是咧跋倒一处啊？我来看无。赵安迪，你是药效还袂摕头壳无清楚？你敢知影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安迪，你即马无耍顾虑别人，你干那思考家己心内感受就好。不管有多大困难，我甲恁爸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妈，拄则我所讲的话，就是我真正的想法。我的人生二十多年，头壳毋捌参像即马，这么清楚，这么冷静过。安迪。婚姻不是你那戏，你即卖选择是你以后要牵手行一世人的人。正常你结婚伤匆忙，结果你后悔啊！你即卖一定要慎重考虑，唔那是为你家己好，嘛是为艾伦好。爸，我知影，我已经思考清楚啊，我愿意跟艾伦牵手行一世人。